三秒，我们今天来大英博物馆干什么？没待吧。我们要在大英博物馆过夜，是不是？这一阵子六点钟，大英博物馆已经关门了，我们才刚进来，是不是？我们的行李箱里装的是什么？这个吧。装的是睡袋，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要睡在大英博物馆里，是不是？三秒，我们去那边，左手边，你看，已经有一些人在那边了。好，来了，走，我们去排队。这些都是今天晚上跟我们住宿在大英博物馆的人呐，是不是？我们可以来一个博物馆奇妙夜。三秒，你记不记得我们看的那个博物馆奇妙夜的电影？好不好玩？感觉今天晚上这个住宿大英博物馆的人还挺多，这一会儿你看已经这么多人了，还到大厅门口了。你从哪冒出来的呀？我们被分到红队了，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跟这个红队。Okay, great. Thank you. 我们把睡袋放到这颗巨大的圣甲虫旁边了。三秒，走了，我们要去活动了。你在哪里？其他人也都选好了自己的地方。工作人员来了，我们现在要出去了，要准备开始活动了。你出来啦。我们今天晚上要过夜的地方，走啦走啦，这是大英博物馆的埃及馆。在活动开始之前，先进行安全注意事项讲座。好，对，坐好了，来，戴到头上，妈咪看看。
9点多了，是大家的休息时间，大家可以吃一些零食，都是自己带来的。这边还给大人准备了热茶和咖啡，所以排队拿一杯茶喝。现在晚上10点钟，我们去做第三个活动，小朋友们都还是精神非常充足的。现在是晚上10点半的大英博物馆，大厅里空无一人，小朋友们正在2楼做游戏。
一个新的小朋友，他们现在把睡袋给调到这个圣甲虫的屁股后面了，两个小朋友一起睡。嗯，给我抱一下。俩人还要玩一会儿这个手电筒。这个是熄灯之后的大英博物馆，两个小朋友打着手电还在那玩，现在已经快12:30了。这个是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罗塞塔石碑，现在已经快凌晨1点了。我看到有些小朋友跟我一样，也还在博物馆里面瞎晃。我睡好了没？没睡好啊。你1点才睡，那才相当于6点要起来，相当于睡了5个小时。然后现在是已经快7点了，你都是6:30才起来了。我们现在在大英博物馆吃一顿早餐，现在是早上7点钟，大家都刚起来。今天有什么好吃的？哦，每人一份都包好了。看看早餐有什么，香蕉、果汁、甘奶、巧克力，还有个什么酸奶。你看妈妈跟你一样吗？应该每个人都是一样的。没太阳啊，可颂。那你想吃可颂还是甘奶、巧克力？还有什么都拿出来吧。还有样子哦，其他都是一样子的。好，那你赶紧吃吧。还没睡醒呢。我们在大英博物馆的商店里给你买了一个什么呀？三秒，你转过来，你吹，我听响不响？我们 sleepover 结束了，你觉得我们在大英博物馆过夜，你觉得什么最好玩呢？睡觉。哦，睡觉，是在埃及馆里面睡觉是吗？